签约权，而不是球员本身，所以会导致新兵不对等，让湖人必须要用新兵签约。实力而言，湖人就不管新秀比新秀签，等到七月三十号的交易方案可以让湖人新人进入市场，就立即签人，然后等待新秀签约满月的时候再进行交易。不是因为湖人阵容完全三巨头，这样听起来粗暴，对不对？可是湖人未来的巅峰球队，完了这一切的算计。